石小念，你跟公公好了，你都没有告诉我。哎，我有事，我得先走了，你们赶紧吃啊！石小念，我有事儿，我也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你们吃。哎，别走啊！看什么？看够了没有？坐呀！ 小念，你太厉害了！现在我才知道这36计里面，美人计才是上乘计。美人计什么意思啊？龚总让我们过来准备搬家。搬家？搬什么家？你这都不知道啊？哇塞，看来他要给你个大惊喜。龚总果然是一个懂得浪漫的女舞歌的。他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 你们这种人，应该都是为钱服务的。你身后的那个人出多少钱，我出双倍。这你也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只是想看看，你身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。那你就不怕我伤害到石小念吗？有我在，你伤得到他吗？